快派，咱们跟我玩的游戏啊！要是你赢了，我就取消你一个月的门禁；你输了，给我500块钱。什么游戏啊？就是你学我说话，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。这简单啊，玩啊！来，开始啊！一加一加一等于几？二。行，输了给钱。一加一等于二啊。等于几是一句话，你要跟着我说。啊，你这样玩的说，那行，三局两胜啊！再来。准备啊！一加一加一等于几？等于几？不对，给钱。哪儿不对？不对，给钱也是一句话。不行，再来一句。行，你这一把要是玩不过我的话，加200。加。行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给次机会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分手吧，那。我们分手吧，那。你果然想跟我分手是吧？我就知道了，你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。玩游戏的吗？这是玩游戏的吗？没跟我学，给钱。你有我没有情侣版？我先开始啊。既然咱们要玩的话，直接上最狠的。你把你最狠的拿出来跟我比。我得过前列腺炎。什么时候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之前太焦虑了就得了。该你了。我有痔疮，你没有是吧？你有吗？你肯定没有。美女一般都会有痔疮。我应该也有，我看。我有胎记。啊。喜乐全部会打狱卒。行，万帆，你不要逼我哈。来呀。你有穿过我前任留下的衣服？那我这样来。就是身上这件，现在穿的这件就是。我冷静一下。哎，有啥冷静吗？你看我都淡定啊，咱们就主打一个玩得起，好吧？我前女友谈了一个女朋友，对。你这是什么精彩的人生啊！我帮我前男友还过债。那现在为什么对我一毛不拔？我哪儿对你一毛不拔？我对你很大方的，好吧？不要听他乱说哈。女人不要当恋爱脑啊，找你借钱的男人都是坏男人。我追我前女友追到国外了。哪个前女友啊？啥时候啊？啊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没告诉你。哎，淡定，后面我被甩了。所以呢，原因是什么？我真的假的？怎么还有男朋友敢一个人洗澡啊？我要洗澡。我说我要洗澡了。我要洗澡了，大哥，你能不能出去一下？居然还反锁了，区一扇门，理想难住我。师傅，你帮我开一下锁吧，就这个门。哎，我男朋友他在里面洗澡，我怕他一个人有危险。有病吧你这？这是老没事，你不麻烦你了啊？居然还不让我进，逼我放出最后绝招。这是单独洗澡的男生注意了，研究发现男生单独洗澡是很危险的行为，因为男生平衡感较差，会在浴室打滑摔倒。洗澡时请务必叫女朋友陪同。这么危险？对呀、啊、很危险的。那我去保护兄弟。你保护你兄弟干嘛？哎呀，我跟你一起。当我故意在女友的闺蜜面前秀恩爱。吃水果咯。你放这儿，我们待会儿吃。我有免费的喂食服务。那这样，佳佳你拿一下。怎么个喂法？行吗？不是你有病啊！你俩有病吧？你俩走这出干啥呀？要不你俩听音乐呗？听歌。你来吧。这么听话吗？对啊，你要喝水吗？有矿泉水吗？有的。哎，有，我给你拿，杯子我给你拿，有的。行。哎呀，别生气了，杨姐，我开玩笑的，这样，请你吃我家的小零食。我不吃，你们家那玩意儿烫嘴。啊，对，你最好还是别吃。他不想吃我的。嫂子，啥意思？向着他是吧？我偏要吃。
我就说让你别吃吧。王凡，你啥意思啊？你不想让我来，你先说不行吗？我真是的，我来的，我就完了。哎，这又换你，鞋子还没换。当我故意气走男友，偷偷跟着他，看他吵架后一个人会去干嘛。好家伙，自己去了足浴店。正当我准备进去时，我真服了他了，可以进去借个充电宝吗？继续跟着他。原来平时都是这么装可怜的。巴克巴克，牛我卡来酒店了。谁呀？你在干嘛啊？你跟谁一起呢？你们在酒店干嘛呀？比赛。所以你们在酒店看比赛啊？人多吗？热闹吗？对吧？对啊，热闹。上次有1000多万人看我把女朋友的奶茶换成豆汁儿。今天啊，女友的反击来了，挑战用吸管喝广州凉茶，喝吧。你好歹要整一下呀，你直接开喝吗？直接喝，大口一点啊。哦，哦，有这么夸张吗？哎，不能喝奶茶。中药吗？这是，这跟王老吉完全不是一个味儿啊。还喝？没有，闻着还可以。喝完带他去吃串串漱漱口，悄悄把可乐换成广东凉茶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你喝点水吧你。当我用男朋友妈妈的微信给男友发消息，在不偷在不偷，先偷偷指挥他干点活。好好，有点有点，居然一点都不带动的，那就让妈妈我再催一下。谁呢？一直给你发消息。我妈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弄个东西。哦，行。凉了凉了，你看嘛，凉凉汁儿。继续偷偷整蛊他。哎，休息休息休息。咋了？哎，我妈真的好烦呀。其他地方都塞满了，只有这儿可以啊。你弄完了？哎呦，弄完了，弄完了。顺便让他把快递一起取了，居然开始不回消息了，看来得拿出我的杀手锏。怎么了？你要去哪儿？我妈这太烦了。看他被溜了一天，决定让他自己发现真相。你怎么冤枉？朋友非要下厨露一手，还叫了朋友。东西等吗？到了到了。要得，那你要不先回去啊？叫我吃饭嘛？你不要命啊？你回去点外卖噻？你我来了来了。哎不，我来了来了。哎哎，你们先坐一会儿啊。第一道菜你们上个薯条吧。我可以啊，女朋友还给做薯条。那必须的，等着。来喽，请慢用。弄着干嘛？吃呀，吃。那个，我给你夹一个，走。王盼，你不吃吗？吃。我吃。哎，干嘛你们？有这么夸张吗？你这什么东西啊？老姜炸薯条啊。来，第二道菜，珍珠奶茶麻婆豆腐，你们先吃着，我就去做了。别管我，你们先吃。今天你算是来对地方了，吃吧吃吧。你们家还有其他吃的吗？不然你以为我让你买这干嘛？
加点这个好吃。再给我来点，再给我来点。Later。谁呀、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蹭饭啊。你回去吃外卖算了。你们俩想吃独食啊？不行，我这个就来吃。听说最近美式前翅很火，号称男人的黑丝，我倒要看看是怎么个事儿。兄弟，你帮我剪个美式前翅 ，OK。我觉得应该是穿搭的问题，我搞了套西装。你脏的，我叫我羊粉啊！我真的那个包面了。下面那个我是什么大哥大里面那个。和中二的那个男的，玛卡玛卡，你把那个领子要不要翻起来看一点？耍个帅呢？情侣开关灯挑战，谁要是被对方吓到了，今天就给对方500块钱。我已经想好这500块钱该怎么花了。我先开始，来吧。开始啊！嗯，什么动作啊？这是？这咋的？零花钱不够我。零花钱不够是拿我的钱啊？干啥？干啥？不能拿我钱哈、啊！再来一遍。你在干什么？你不能吓我啊，宝贝。吓人吗？这什么东西？你再来一个。你吓人。你对着镜头来一遍，你们看吓人吗？对的，就是。该我了。来。哦呦，你这还是有点吓人的哟。别过来啊！别过来啊！喂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啊！不要吓我！不要吓我！你在旁边，你别吓我！不要吓我！没准了吧？敢做敢当挑战，我先来啊！第一个问题，有没有除了我以外的人叫过你老公？我扪心自问，觉得没有。这个、再想一下，绝对没有啊！有我给你500块钱，但是没有你要给我500哦。行，请看 V 四啊。这好好吃啊，来吃个嘛，老公，和我老公可一样啊！就我老公，我老公，我老公，我老公。不是男生怎么算的、啊？给钱。OK， 你每天都在看手机乐什么？跟我闺蜜聊天啊，我能乐什么？说实话，就是跟闺蜜聊天。请看 VCR。你干啥？你干啥？行，你要这样玩是吧 ？OK， 该我了。你有没有趁我睡着的时候偷看过我手机？有，我敢做敢当。我也看过你手机。该我了呀！你吐槽过你闺蜜什么缺点？怎么可能会吐槽闺蜜？她很完美哈，没有缺点，没有缺点哈。过。你拍视频的时候可不这么说，要不然我帮你回忆一下。你玩不起是吧？玩不起给钱呢。就是她吧，哎，就是脾气有点暴躁嘛，然后又有点抠门，平时老是爱让我去做事啊啥的，嘴巴还有点大。佳阳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嗯。来，三句话惹怒我，你要是成功的话，我给你换个 iPhone 15 Pro Max。我不想换手机，我这手机前女友送的，挺好用的，用了好几年了。前女友送的呀？啊？哎，不是这样嘛，你直接折现8000块钱给我。为啥？
前女友结婚的，然后我包个红包呀。他结婚了关你咋子事呀？你要去包红包 你真的，你打我的样子真的很像他。再说二心更像。我操！哎呦，死了！你是假的！当我测试男友兄弟的默契。你昨晚干嘛去了？昨天我们那个火锅是白吃了吗？我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那要不然咱们来测试一下，看你兄弟们默默契。嗯。来，第一个兄弟哈。喂。喂，华仔，我真正二十两个的，多想问下昨天晚上我阿胖跟你在一起没得？哎，昨天晚上了。没得事，华仔，你有啥子说啥子啊，实话实说行了。昨天晚上在一起，我们两个昨天晚上一起健身。健到几点钟呢？健到十点钟关门，我们差不多九点半吧。哦，好，要得哈，哎，拜拜。打给第二个朋友。喂，小雨啊，我是珍珍。啊，珍珍，咋着嘞？那个，昨天我阿潘跟你在一起没得哦？暂时昨天我们在打撸啊撸啊，在双排，咋个嘞？那你实话实说，兄弟，不存在的哈。不，你就在我屋头打游戏啊？哦，我跟你说，你耳机都掉屋头了，我说赶紧拿给你的。你们打了几点钟啊？差不多，好像连过了就没打了。马卡。你们找不出城市的兄弟了。喂，苏涵，哎，我珍珍，我想问哈那个昨儿晚上我阿胖跟你在一起没得？我想问下是不是又在拍视频啊？没有拍视频，如果是拍视频的话，我阿胖给你1000块钱。你们昨天晚上干啥子嘛？在一起？打球啊。打几点钟啊？打到9-10点钟啊，他都关门了，打的。哦，要得，好，谢谢哈，我晓得了，哎。全盘皆输。再把他们拉个群聊。这是要做打麻将啊？没有，我想问哈你们昨天晚上那个王胖跟你们干啥子去呀？打球。昨天没给我倒酒，可能打完就去找他们耍了嘛，嘎。对，我们两个都去喝酒去了的嘛，好像。那我想问下，昨天晚上穿的啥子颜色的衣服呀？篮球服，黑色。红色。我这儿还要加点班哈，别走了，别走了，先走。啊。当爱人男友有一个一人女朋友，是种什么体验？你跟他们吃的东西看上去很好吃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小姐姐，你们这个好吃吗？哦，可以给我男朋友吃一口吗？他想吃。哦，我又不吃，不是。他想吃。我自己买，自己买。哦，那可以给我姐夫选一件吗？什么姐夫？不是姐夫，不是姐夫，妹夫。给妹夫。没事。妹夫，你选什么颜色？妹夫。现在奥特乐8号可以领盲袋种子，我也想要。是什么？就是在奥特乐主题曲里任意唱一句歌词加口号，奥特乐破200店啦。是我不唱吗？没事，我帮你。我男朋友不会唱这首歌，有没有人可以教教他呀？哟哟，把白天的压力都放一放，下班以后来奥特乐逛一逛，奥特乐破200店了。来挑一个，来一个。领到了什么？我们领到的是原种朝天椒种子。哇，这也太便宜了，我拍。那我要这个，给我买。家里不是有吗？我妈不买，家里用完了再买。我要吗？要给我买吗？我要吗？买。女朋友闺蜜一来就不理我，既然打不过，那就化敌为友。姐妹，你们在干嘛呢？什么东西？什么？好姐妹，整整齐齐出门逛街啦！快走！哎，你干嘛跟我看一样的？再喜欢我俩，我跟你说要揍你了。哎，哈哈哈哈哈！你真的跟啊，他们公司有个男的。
哎，那件衣服比较好看，去给你看一下。啊，还可以。这个好看吗？这个。那根据你今天跟我们相处这一天哈，我跟李佳瑶决定哈，同意你加入我们闺蜜了。耶、yeah。但是呢，你入会得交闺蜜费。消费。听说现在中药房都可以买奶茶了，你们看，这是真真每天点的奶茶，到中药馆了。既然他爱喝，那就让他喝点健康的。进来就有一股很健康的味道。哎，你好，医生，能帮我配氟酸镁他吗？可以。开始抓药了。你好，小姐，能帮我介绍一下大概是什么药材吗？可以，这个就是乌梅、玫瑰切、洛神花嘛。嗯。这个桑葚、唐甘草、陈皮、还有金银花。哦。大概这个可以熬多少单啊？这边一般的话，常规就是熬5包。嗯，方便帮我熬一下吗？嗯，可以。好，谢谢。现在我要等1.5个小时左右熬好了，然后过来取。我拿到酸梅汤了，哇，还是热乎的。17.7块，熬了5包，还送了金银花。但是李真真知道这个是中药的话，他肯定不会喝。我想想，我去给他买个奶茶杯。我现在在等真真过来，我先给他放进去。这个卖相是不是很好？这不是奶茶是什么？我自己先尝一下呀，有点像星巴克里面那个黑加仑，酸酸甜甜的。他来了，这儿吃啥呀？喝奶茶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喝呀！这个在哪买的？我以后给你买，我独家配方。可以啊，可以，真的很好喝。帮我把女友的奶茶换成老北京豆汁。我都不敢想象他喝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哎，你好，帅哥，进水要喝一口。喝一口啊？哦，对对对，要喝一口的。只能硬着头皮灌下去。终于到家了。悄悄把豆汁装到奶茶杯里。宝贝，你最喜欢喝的奶茶？哇，你啥时候买的？今天买的。啊，你喝，快喝，快喝！哎，第一口给你喝。哦、没事，你先喝，哎，你喝嘛，你喝嘛。啊，喝嘛。喝不？啊，喝。巴嘎巴嘎，这期待的小眼神。什么东西啊？听说比婆媳关系更难处理的是闺蜜和男友的关系。说完了，生理期得提前喝红糖水，你不知道吗？他咋在这儿？他过来找我玩啊。你坐后面那是？我陪佳阳啊。不是，我是司机吗？那个师傅去太古里。啊，师傅去太古里。你待会想吃啥？不饿呀。不饿。那喝点吧，王盼，给我买两瓶水去。你这是不打算回家了吗？赶我走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意思就是你自己也可以找个对象呀，你天天和我抢珍珍啊。嘿，你不是那么多兄弟，你不跟人家介绍一下？看我那么多兄弟，总有一个适合你的吧？选一个。立刻马上把那俩衣服推给我，快！你要他的话，那你要离我女朋友1米远，我就推给你。不要送了。哎，不是，你真走啊？记得把你哥们推给我哦。情侣看图猜物小游戏，来第一个。陷入了沉思。这是哪儿来的小东西？这么大一张脸，我不可能没有注意到是吧？哎，要不然我提醒你一下吧，就是你平时完全不会涉及到一个领域。哦，零食啊！哦，来第二个了啊，这是。这就拍了我。你要不要脸？你自己捞起来看看，你跟人家一样吗？咋不一样啊？一模一样啊！什么东西？怎么穿衣服？哦，什么？哎，我前天买的内裤。
第三轮开始，你们全走一下。开始了地毯式搜索。我找到了。啥？你去看。窗帘。不是这个。这样，你给我100块钱，我给你点提示。来，拿去。你下巴这样收起来。你看出什么了？来，最后一个了，好好看。这不是问题吗？这个不是梦幻西游手游里面喵清楚的耳朵吗？好玩不是游戏啊？来，给你的。你竟然这么输得起啊？反正吧，这钱也不是我的。啥意思啊？我从你那个枕头底下拿的呀。真是最近每天都在爬楼。于是我在13楼和顶楼分别给他设置了补给站。这爬楼要慢慢爬。哦，5楼了，我不行了，那13楼的补给道是啥呀？当然就是他。啊！找不过，实力就在眼前，走啊！什么都，真的假的？我恭喜真的获得鬼血大礼包。那顶楼的岂不是更好？我只能说，我倾家荡产给你准备的。走，你看这衣服的石头。什么？我什么？七公里，我给你100块钱。行，那你准备好你的钱包吧。咱们就是现在骑了6公里了哈，你要给我600了。咱们现在先暂停一下哈，补充一下能量。咱们今天骑29.98公里，赚3000，嘿嘿，3000到手。现在就测试你耐力的时候，只要你能忍住一口不吃，我就答应你的请求。那我想看你 cos 封神里面的角色。OK， 正好我最练的，还不错。嗯，美味。啊，你好。啊！哎，这哪来的西瓜呀？你要这么一口不吃啊？那不然呢？你答应我的事呢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来吧。我宣誓，我宣誓，今晚10点准时回家，时刻报备，消息秒回。如有异性前来搭讪，拒绝要果断。如有兄弟把你灌醉，那就提前装醉，绝不说。你先睡吧，我再玩一会儿，绝不说。你烦不烦啊？别管我管那么严，不失联，不贪杯，要把女朋友放在第一位，高高兴兴聚会，行撤退。今晚准时回家。当我突然跟男朋友说想亲亲时，我呢？那是我一个。现在？对啊。妈的！哎，没关系，悄悄的。是不是都吃点啊？谢谢阿姨。小子，我当着你的面和真真舌吻一个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你俩现在这么刺激啊？对，来，舌吻。你介不介意我和真真当着你的舌吻？他们两个就拿这个娃娃亲的，又不是真的亲。当我对男友进行智商测试，我胖，我胖。Somehow we get down。你点的烧饼，这是你点的披萨。披萨？嗯。我点的奥尔良披萨。那他是不是送错了？你打电话快问问。要是骑手走了，你快点。哎喂，你好。哎，我刚刚点的你们家那个奥尔良披萨，就是我收到了这个披萨，但是上面啥都没得，只有一个边。对，连葱圈都没得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，晓得吗？我点的是披萨的嘛，咋会的？咋会啥子东西都没得？
哦，行啊，没事没事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谢谢谢谢，没事，正好我也减肥，我减肥，嗯，哦，不用说不用说不用说啊，嗯，打扰你们了，没事没事，哎，好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嗯。我男朋友快点醒来，快醒来，不会回来了，快快快快躲起来，快点，我男朋友回来了，你快点快点躲起来，来不及了，快点快点躲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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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别躲那个后面柜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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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快点嘛，你躲好了，别出来啊。我不是你男朋友吗？我躲什么躲呀？